第一次玩吃鸡的你，还记得当时是什么体验吗？刚开始的刺激战场是没皮肤，我们先把所有皮肤卸下。然后穿上最早的小白衣，进入游戏。你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进入游戏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大飞机，感觉好壮观呀，这个天空也真的太美了。落地后看到一个窗户，我跳，哎，看见物资，管它有用没用，一顿狂捡。捡完物资再跳出去，我跳，跳，跳，哎，这个地图真大呀，走得好累呀。这是车。来，小亮，给他整个活。好。正在展示车技的我，小菜鸡，让我看看你的盒子里装了什么好东西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啊！被打死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还有队友啊！涛哥，快陪我一块吃鸡啊！我就要去报仇。哎呀，在圆梦之星冲段位呢，你自己玩去呗。稍后。找到队友后，我准备回去报仇。我开始和我的院众队友在 P 城寻找敌人，结果我们两个开始思考他会不会是外挂，结果竟然是个小人精。我靠，你才是人精，你全家都是人精。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